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沈宝瑞，我今年38岁，我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能宣导正能量，宣导积极向上的宗旨。我是编号3的陈宝瑞，请支持我，谢谢你。嗨，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林生健，我是第5号，我是一个电脑工程软件工程师，我是今年42岁，对。嗨，大家好，我是 S9 蓝文，也可以叫我 Stanley， 我今年36岁，我希望就在这个比赛当中呢，能吸取宝贵的经验，而且也可以就是在比赛当中就把我就是通常所在很多慈善机构里面所发挥的一些技能跟一些经验，就是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就是大家能就是拨出宝贵的一些时间来对社会所需要的人做出一些贡献，谢谢。哎，大家好，我名叫谢祥龙，编号2，你们可以叫我 Ben 马丁。说我今年37岁，我的工作就是私人教练，